와, 꽤이죠. 알고. 알고. 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哦，我调你调到声音有点小，哦，那边我调比较小一点哈。OK。喂，讲一下话。喂。喂。OK， 可以的。对的，我刚刚那个关了，他已经进入你破局了。哇，你好多杂事。你现在是在吹风扇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是这样。我感觉你那边好像很大风。我把关了。我不管了。喝了召唤装置出来，下叫滚筒。那黑暗就是这里是一个冰球。那地狱龙，其实说两边的地狱龙它都不好解，两边地狱龙都不好解。好，气球装置出来。我这波可以直接爆塔加冰洞啊，直接可以爆。然后但是这个拉的很好，但是很会废，而且这个气球还是有机会进塔的。进了，还没有斩杀吧？我记得，对，还没有斩杀。再一个飓风，对，再一个风就可以了。但是风刚才用了，然后这波是上面最后的机会，当黑暗的那个兵这个，但是这边的伤害好像有点多、哦，好像是有风了，我要用来防守了。那他上次想要加冰冻来斩杀吧？冰冻够吗？冰冻不够吧？冰冻还不够。因为我这好像32，哇，尴尬，好尴尬，冰刀不够啊！哇操！为什么刚才不用冰冻来守？用冰冻守啊！啊，我看不懂，我真的看不懂，对不起。我看不懂，那个有点问题，很大问题吧？角色有很大问题，就刚刚那波，就算不拿冰冻来手，直接飓风也比他快。对啊，直接斩杀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之前个求稳的话，你直接要么就直接旋风斩杀，要么你加个冰冻，然后再旋风还是可以斩杀。我就是不懂，为什么？就直接飓风也是比他快。啊，这局其实刚一定可以拿下的，我觉得。哦，哇，你是不是好像太紧张了呢？就是你。而且刚刚他也没把那个单位卡在小风。好吧，看一下 set one 的局。那伊朗这边是先拿下一分咯，好，因为是直接先走一个滚筒，那 alone in the alone in the dark， 应该是没办法吗？刚才有黑王子吗？黑暗元素应该没有换，哇，这个难受啊，难受啊，他这个电磁炮无解，对，电车无解，其他东西还好，电车完全无解。他两个空军，这里顶出来的话就很贼难受了，真的贼难受，有小闪就更加难受。雪球，
球球太好，也是慢了。哇，感觉凉了，好像解不掉了，凉了，没了。你叫旋风也没有用了。哦，还送了一个老夫。哦，刚才那局心态太崩了，这感觉太崩了，太崩了。没办法，他直接敲头球啊，他气球最多打反路啊，他直接打中路，就很痛。哇！然后再来一个蓝，这手还有一个大反，这手应该是大反跟猎人，那应该打不去了。嗯哼，但是他现在是要换路吗？换路他也守不住，我觉得就是刚才那波地狱龙加太上了。就是如果你地狱龙换自己家，然后他的那个重甲也不会这么快挠死他，而且他的进攻那波有点问题，就对啊对啊，他已经就沉底了电车，他还要放气球，这样就是不飞了。他重甲直接拍了超多单位，他可以选择沉底地狱龙，或者是。对啊，或者我是觉得你直接换路也行，我个人感觉，但是你同路就直接送掉了。换路或者本体的。好，那阿龙这边直接求稳了，他就求稳了。他没有选择，就是很 aggressive 还是怎样？他就刚才那个气球这么低血量，他直接大闪杀，就是已经是求稳了，那我感觉机会就很少。他已经不想进攻。看一下这波还有机会吗？啊，还是大闪直接守啊，都没了，太稳了，太稳了，很稳，他打的。哇，直接中出电车，啊，中出伊朗拿下一局，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你觉得？就下方其实也不好打。我觉得是不好打的，但是我是感觉没有到这么惨吧。就是说如果你冰的好其实也是有机会。我是这样觉得，你冰的好就有机会。你冰不好就送掉了吧。他是有一个机甲猎人，机甲猎人雪球，他有一个雪球。然后如果他守不住这套牌，我就很怕一个大反，其实是比较劣势一点。嗯哼。嗯，那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，是 Mystery。Mystery 进来的卡组怎么样？他练很多啊。他练很多。Mystery 他以前吧，以前其实说真的卡牌池有点少吧。最近卡池也练得蛮深的，啊哈，啊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猎人，猎人跟猎人跟天狗，我记得 Mystery 他也会玩天狗。Mystery 会最近玩的卡组蛮多，那 Ban 猎人就还行吧，因为对手两套卡组都用了猎人，就前面两套，就感觉得出对手还是蛮爱猎人。嗯哼，那 Ban 掉了这两张的话，我是感觉墓园吧，没有天狗就是墓园，还有大皮卡吗？大皮卡这个版本不太好出吧？嗯哼，就有渔夫那些。渔夫其实感觉现在少了一点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之前配奶豆吧，应该是，就之前配奶豆的时候蛮舒服，拉过来直接奶。嗯。但现在奶豆血量有点奶倒了。没有猎人跟狗的话，基本上应该是墓园的几率比较大，墓园或者是水人吧。那
我是觉得 Mystery， 我是依他我之前对他的了解啦，我是感觉他第一局会是上龙骑士墓园，龙骑墓，你觉得呢？应该不会吧，龙骑墓的话，他应该会玩另外一种墓园，就可能就想抓一下内战之类的，就。另外一种、就是有王毛木子那种、啊、也可能是地狱龙机甲地狱龙那种就地狱龙 AC 那种、其实 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抓墓园的话你可以选 EDG 他大火枪加 AC 这个是贼难受是可以那个卫队羊火枪AC 真的贼难受的，墓园打他贼难受。但如果你打不好，你节奏你到达三倍你就崩了。我是觉得还好啊，他毒药不知道放哪啊，他毒药真的不会放哪啊。你看啊，火枪，哦，你 AC 就无解，你看 AC 那里火枪就无解，贼难受。好，现在是进入到这个垃圾时间。哎，刺客，皮卡丘的吧？我觉得是天使羊或者三创吧。直接大皮卡换路。Mystery 看起来是像对那个王猫对，是个墓园，就是个墓园。不过他这个毒好像有一点失误。这个毒是差对，就是人家毒这极限了。但是这个他只哇这个这个揭开了这波。两下，电法也没受，这电法应该提早下的，就刚刚那波墓园打的时候，他就应该下来，搅拌了、对，这个再拉一下，这个锤子圈里会吸过去，会拉过去。那现在他有四只野蛮，然后这波其实反打是有机会的，毒药已经用掉，他加一下这个，我们再加他有这个闪电，那直接只能毒了，被动加蹦迪其实可以蹦。我是觉得可以蹦一下加毒的，就是不亏啦。这有个起刺弹一下，我是觉得可以直接屋子吧，可以直接屋子吧。地狱还有机甲跟什么龙宝吗？飞龙吧，龙宝，龙宝或者是雪球，不可能雪球吧？单位太少了，如果是雪球，单位太少了。飞龙吧，飞龙吧，但他飞龙环境 CIL 那个 Paradox 带的是个雪球，真的吗？但是带雪球不应该是带那个快递吗？还是飞龙吧？对，还是飞龙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你感觉你带他很少带吧？他会少、哦。雪球不是一个最佳选择。也许他也许还是很有机会的，因为对手是很难打进的。对，这波要过毒，慢慢毒死。对，毒药的话大概还要三四轮吧。对，他现在打进来的机会就是神剑、后炮、毒药、小闪这三种，基本上其他东西都攻不进来，除非你真的大皮卡打一波吧。哎，这机甲可以打一下。哎，那他赚了，那继续见王子。对，去见屋子，然后神剑直接毒，先不要加毒，然后这里骑士挡一下，骑士不保吗？就那毒吧，这里毒吧，毒啊，不毒吗？滚筒滚的，这么贪的吗？很贪的，我感觉没了，都要踩剑法，然后能卡一下吗？有骑士吗？没有骑士。没了，我是感觉他刚刚没选择去保那个黄文房子。对啊，他保了的话，那他输出也比较多啊。他直接让他把那个来 World Ghost 直接打了很多下，然后他而且其实刚刚那就刚刚那个情况来说啊，他如果下了骑士，对手其实已经直接下游侠了。就那个时候，你的骑士是可以看好，顺便就把那游侠伤害给扛一下。对啊，那你的黄毛方至少超过半血，可以挨一个冲刺。
然后你在一个飞龙角在国王塔前面解，完美解的。对对，然后你还有机会可以反打一下，就那波完美解后，你一波反打他就没了。对，就他很亏。他是急吗？我不是觉得太急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不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他是存心让他卡的。对，他是存心让那个幽灵扛塔的，他是贪的。嗯、他想拿那个骑士来扛一下右边，但是最后骑士还被逼下在左边，那就很亏。对，这把应该是个破击炮了。对对，破击炮或者是矿工，如果打墓园的话都是好，都还可以打。哇，突然间这么多人了、啊。破击炮那好打了。对，那有木木，有 UKC， 有黑暗耶稣，有 NOC， shout out to NOC my bro。OK。好，第二局还是墓园，但是这个 matchup 挺难赢的，说实话。就他，但是其实他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他是有黄毛房的。如果他的黄毛房只能盖起来，就还有一个机会。对，就是这个机会了。然后其实你墓园你推进很难推进，就现在的话，我是觉得你集中在堆单位是很好的，因为但是你这单位也不好堆，因为如果对手一个房子。防守的破击炮你很难受，对，所以你一定要我觉得王猫防守可以放卡布吧。他这套骨球筒，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建筑物，如果你放卡后，他很难碰到你。比如说水塔，你盖火球，对，如果你三枪你盖塔后的话，那就很舒服了。我是这样觉得。那。Alone the Dog 这边，这个四只黄毛，对啊，也是没用。这个直接踩吗？还是他要等他下来再下电卡？我想要完美解，但是失败了，出了问题。还好掉了四百啊，不是太差吧？我感觉掉了，没有到很差，但是就跟对手赚了一点。那佩奇帕再下来，这个没有拉到，那这边是要颠法师了。那这个时机点很棒。那这波可以蹦了，这波可以蹦。他没废了，没砸到还扛了。那这里毒要毒一个，他交了滚筒，他没有毒哎。现在才毒有点晚，但是这个黄毛可以砍到两下。还有一个小骷髅在那边打，对，这波就很赚了，这波很赚，血量还是节奏的赚，那这个骨球还是没拉到，那这波要滚，他一只小没有滚筒，还是电法吧，又卡电法，他可以这样打，那这波桥头很关键，这波桥头很关键，有毒药是，龙宝也可以，龙宝也可以，因为他除了好像还没有东西可以解，这个喷子哦，这个喷子，然后。没喷死，那继续盖房子吧。继续盖房子吧。哇，这个机甲有点送，对。这个火枪刺到很多单位。就还行，还行，但是还好吧。机甲感觉他没读干净，但是这机甲可以哦，就扒了两下。这个打到了腿套就很爽。那再加一个滚筒，那这手滚筒，这个机甲拍能拍死吗？拍得死那就算。那这波可以蹦迪，这波可以蹦迪啊！他这个火锤漂亮，这没敲天窗，要毒吗？毒了也可以，不毒也可以。直接毒，但是毒了能逼个古墓那还行，而且还打了多一下。对，那这个。稳住就好了，稳住就好了。他一千滴血基本上是不太能打进来的，他直接换路，这他想打反路，那更没机会了。稳住啊，稳住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你不要突然间来一个什么电板给踩到小骷髅啊，就好了。你懂意思吧？就是有家伙他之前有很大优势，然后他一个我以为他。平定，然后他一个 miss 火箭就直接平掉了，我干！就是我怕他，但是 mystery 是稳的，我觉得是稳的他。
他打的我，就这波继续给压力，对手已经放弃了。对，那现在是一比一。嗯，谁机会大一点？你觉得？单从卡尺，大概卡组吧。嗯，单从这一把的卡组的话 ，Mystery 是把自己的节奏做到最好，就是他一直拿黄毛方子先把破击炮给吃了，然后再反打，就他都是在打后手。对对，他节奏。如果他一直先手蹦的话，那他就很亏。对，他其实他只要。绝对不能先手帮，你先手帮肯定亏的，因为杂毛杂毛你真的不能急，杂毛打你木远打杂毛，你一急就直接崩了。而且 Mitch 毒药的时间也还可以，就是他毒药他都是本单位走到前面一点点才来毒，就他没急着他没有急的是预判啊什么的，他就是等那些单位走在一起赚多一点费。对，就是这样子的话，就算你打不出伤害，你的墓园打不出伤害，你毒药能慢慢趁死对手，就你也不会急着被，你也不会被反打。嗯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他 killer 那个我看不懂，对吧？意思，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、啊。看不懂。怎么能看得懂？阿拉伯语。我听不懂，我看不懂。皇室又不能复制啊，皇室又不能复制那个字。对啊，很麻烦啊。但是那是模拟器，就你复制不了。对，那现在它有模拟器能复制吗？不能。电脑是手机是不能，电脑也不能。它这个是安卓的模，就是感你现在看这是那什么安卓的手机吧，等于。安卓手机，那应该在，你要看一下留言吗？我的电脑还没开。你手机看啊，他现在没开始啊。Don't chat， 然后他打了一个点。OK。好 ，Mystery 发了。但诺西真帅，诺西真帅，啊，真帅，不是真快，真帅，诺西真帅，好吧，但诺西很帅，帅死我了。我要签名。好，开始了。现在是 set two 的，Game three， 那其实这一局挺关键的，他这波如果打下就2比0或1比1，对，就很难赢了。除非你什么降三追四之类的，后面一人一传二，一人一传二。我是觉得 Mystery 可以放最后了。我觉得 Kiwi 放二号位很好，我自己觉得。好，水人来了 ，Kiwi。Kiwi 的卡池最近练得很深，就他一直在很多比赛，这是个电车打水人。那这一把的话，水人是血一万，哇，这个血豆豆很漂亮。就看对手有没有大反了，我觉得是没有 的，我觉得是带大不是那个狂暴吧，带火修，应该是刚刚那个他的主页那套。但是这个黄毛。这个黄毛会给他吞兵的机会，就有点亏。他纯废啊，他一定要纯废，然后再可以顶什么古龙之类的。对啊，他顶了古龙，这波守不住了。有火球。这波守不住了，这波守不住了。这个可以扛一个。天使有吗？拉吗？拉那就没了。有点亏，就有点问题。很大问题，不是有点问题了吧？很大问题了吧？就你。你直接盖了那个屋子就给他，对啊，你不能盖的，我觉得你就算你沉底的天使也好，不是他手牌没有，你放个龙宝。那个时候你的最好的选择是你沉底龙宝，你慢慢沉底空军，而且你沉底的那小单位的话，你的雷龙会更快出来。对啊，你盖黄毛屋子反正你给机会了，我也有。哇，直接两下闪爆，太亏了吧，贼难受。
那这一把应该也没了。看一下直播吧，直播如果真的能够一波退爆，换路的话，那你很难受啊。就你水人跟你的雷龙跟不去进攻端，而且现在的天使哦，很有时候会自己跑到前面去。对，很麻烦，真的贼麻烦，这个贼麻烦。这个要拉，这个要拉，不拉不行了，一定要拉。拉来还行。那这波的话，应该是水能不能拿保住那个？那没保住，没保住雷龙就雷龙能不能保住？没保住。那双飞龙这塔能掉，但是狂暴屋子挤不出来，没了啊，没了。恭喜弄一加穿二，来势汹汹，凉了。要搞好毒奶一下吗？他毒奶超强的。他直接把我们每一次的比赛都读了一遍，所以我们没有拿过冠军。就这把输的话，基本上马来西亚晋级有点难，因为下一个对手是叙利亚，而且你打赢叙利亚要比小分。哈，叻竟然叻鸡，不是吧？就有点难受了。这对手很想电车哦。等等啊、哦，我好像有点卡。我看一下，等等，我。我们选择 Ben。我 CPU 用的有点多哎。等等。我用的有点多。我也遇到高低一点嘛，我、哦、FS 已经较低了一点了，不行哦，我没得调了，我再调，我先停一下，我先停一下。OK 了我、哦、看得到吗我重开了一下看得到他讲一下那波打点狗真的很亏。嗯，那个大皮卡卡也很亏，就两把了是吧？就挺亏。对，那个大皮卡真的 ，Hello， 失误很大，他就连续两把都是一个大失误组的，就第一把是大皮卡不懂为什么会进去，然后他防守最后的时候就觉得有问题。嗯，然后第三把那个也不能管，就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是一个泡沫吧。我觉得其实你们打了这么多场，还是这四个而且位置一样就不太行了吧？就是你手底固定可以，但是你头上哥不要一直固定吧，我感觉。你最少换一下。我感觉这个不是你们的最佳 roster， 就是感觉木木好像上第一最好。我是觉得木木放第一了。我猜木木上次是放第一啊。我猜2-0拿下。我猜2-0拿下。信吧。什么？2-0？依然好像2-0。木二百零，木上次是穿二了，而已吗？
木木吧，木木通常应该能穿一两个人，这应该是个墓园对战的。那木木这应该是个龙骑墓园。我还真那么对手是个为什么啊？猎人木。我调一下。这好像是个泡泡布，最大的是木木的肩膀。哦，他是黄毛反的木。那这一波抵得住几次？大家木木现在全备用上是那个几倍？赚了两倍。哇，为什么我现在直播那么坑？为什么？对，开始晕。为什么呢？哇，我 CPU 用了这么多，我是什么用这么多？我记忆体用了八十多。我刚刚好了。是你延迟很多吗？好像也延迟。所以延迟很15秒之多。OBS 我没得关。那他主来说是木木有水。就剑法一对二。其实两个主从走一下把外面结果复原应该就只有这一下，这主要这个肩膀太多了，被快递打亏了。我觉得是我网路的问题。你要升级了一把，对了，这波不会选择自主了，就要打个主控和剑法了。剑法打的还行，那这波给个接要反方，但是快递完美。我把位元率也调低了，我基本上把所有东西都调低了。那我现在手机上看还好吧？哦，干，还是卡，那没有办法。哦，为什么啊？我之前直播没有事情了。这波小头孙了，一波可以打完打。木木这波蹦极是可以的，就练自己调底线，前排很多。有感觉好很多吗？而且，不确定吗？这波木木血赚，加这波反击打。这波进攻是两波的进攻。这波只要截一下巨龙，那这波都是杀过，这没废。那应该是攻击的，因为藏一个小手攻击，好像并没有。他的感觉还不错。木木打得很不错。我现在手机确认的，好像卡了次数少。为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基本上我连 Steamer 直接关掉了，我位置也不是不够啊，我 C 盘还有160 ，D 盘还有170，有时候会动一下就死。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，我觉得是网络问题，现在家里太多人了。Hello，Ivan。好吧。那这手第二排大概率还是会出电车。我是感觉木木他会玩超奇矿，
超级炸弹矿。不会怕，超级矿有点弱势。对，国元太帅了，没办法，国元真是帅。国元太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国元太帅，没办法。我看你才是主播啊。不是，你是主，你是客席主播啊，我是评解说，你是客席主播。好吧，我帮木木加油一下，我为木木打 call。啊，木木先手一个滚筒，我就算是敲奇幻了吧。上了一个超、哦、好不是，好像不是。那对手是个。应该是个家居，对，操作顶吗？这个是家居内战。过来，血钻了对吧？那差真的是超级哦。木木，木木都超超级。木木真的很爱超级。那波血，那波，这波打死他吗 ？OK， 打死了。那这波、啊，那这波可以跳塔吗？跳得到吗？好吧，这个黄毛有一刀，他萎了，但是他费用赚挺多的。哦，那这个没了。但你还会叠点。我觉得是可以卖血然后打一波的。是直接粉底吗？但他好像是没排去粉底。那这个的话还行。默默还有三张牌，应该是个大法术，然后一个进攻核心，然后应该还有一个猎人之类的。木木带的这件反容易走那个箭头，又来了，那应该是不会预判的。喂，这个亨塔，应该桥头踩了，直接桥头可以踩了。好，踩了三，二弟只打了三下，还是可以的。踩了三下，那你这一波只够反打的话，就全赚了很多倍。这手的话，猎人是放了，那可以打反正没选择，那应该算慢来，慢来。破个滚筒，这手又冲，哇，这个预判，没，拉到了火枪。哎，这波输了，这波应该先，这波应该踩外侧，他踩内，但是这波是没滚筒，所以这个还是。好，木原来了，这波可以读哦。应该是可以，因为他没有下古龙来接，他下古龙的话都很容易用那个血豆豆来接，然后他这波一下闯了场，抢了一千多血，这波要电法踩一下，这里踩一个电法，漂亮，啊没解这波，很漂亮，看到了，某个电法还要再解掉。因为血豆豆，而且呢，那这波他的墓园他们就来了，因为血豆豆他是很贪成墓园的，但是这波是要换路的节奏吗？哇，这个预判，没防御，那这样解吗？如果你打不到，这个问题有点问题，那还行。我觉得守的有一点问题。那这波墓园，这波墓园反爆。你滚筒必须要在他前面，那你不可以点掉。好，拿下了，恭喜木木，我都说2-08，这个预判如何？我就说嘛，2-0，我就说吧。还要谢谢嘎猴的奶呀、啊。对，谢谢嘎猴，谢谢嘎猴，嘎猴大佬。那接下来的话是木木打谁呢？他有说吗？没有哎、欸，那好吧。他打的话，主要是 ban 木原的吧。我猜他会 ban 掉矿工吧。我猜他打很喜欢木原，他打天机是用那个。那个皮卡大烂人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假的账号啦，哪有可能这么废，肯定是假的。气球，天地顶端的气球跟天狗，但是他天地顶端的，就以前我在
进中华的时候就看到帕萨，就帕萨打了蛮多账号都是这一套。嗯哼。你有看今天 CIA 的意思吗？我觉得 Kicks 有点高开低走。对。就是前期那个什么 JTV 太拉了，拉垮，然后 Yuya 我是感觉还不错，但是 Mugi 太强，反穿三今天第三次穿插了，太强。主要是其实应该让那个 Ice Low 可能更多点机会上场。感觉对啊，阿周他不让他打了，他一打就一转二。那他先把这个龙击木打皮卡锤，这是皮卡锤快很多的白鸽击木，皮卡怎么表现吗？哦，这个皮卡锤哦，在难动。这。打得好，好好。哇，这样保吗？这么勇敢的吗？保的就哦，一个冰冻来，那还行。皮卡一刀一个小朋友。如果木木知道说对手没费，应该会小手冲碎冲了。那这里只有一个冰法，就能开个小闪，对，小闪。小反再反一下，那还行吧。不然你被砍了多一两刀，但是等下对手一波木木就很难冲。好像其实对手带的是黑王，不是小夫。幽灵神。哇，这个给机会啊，直接穿下去啊！不穿。不会穿了，穿了你连一波气球你守不住了。哦，看来还是我太菜了。就算你穿了个1500血，差500血你踩了。我玩这个就是传说中的15000堂皮卡锤的实力啊。15000堂，妈呀！这锤冲他，那这剑法没了。很亏啊，这波主要是那个剑法，那个刺客也没直接把皮卡冲。哦，这个冰木，那木木就是就大很多，这游侠还没死，那还可以再顶一下，那还可以穿一个穿塔，穿一个两剑，然后逼出个桥头，那对手这一波是没有复原塔技的。哇，很漂亮啊，这波！天哪，这波！好亏啊！哎，你打不进去了呀，这波，你的皮卡也没血了呀。那这波黑王肯定是要卖了，然后但是这里的话，皮卡卡小头嘛，没选择。这里的话，哎，这边玩就很可以。哎，这个人品还可以，人品还可以。就是机会，诶，这锤子冲进去，但是就这个神剑可以继续下，他神剑很难解，他神剑这波要是赌不起来啊，没费啦，没费啊，这这里要踩个剑法吗？踩，要没了，不补吗？哦，对呀、啊。感觉帕萨的话是墓园，就很想墓园。就帕萨很擅长墓园。嗯。我觉得他不坏。他不会换，就是帕萨他不会换，可以针对一下。就木木刚刚那一把那波被直接飓风拒了，不然其实不至于死。就其实他也是在优势，主要是那一波
波他被飓风直接聚了，然后我就很多 AOE 打他。幸亏，快开始了。你这小闪闪下去，小闪那可能没换卡。HK 又要查一查，等等啊，我去查一查，换换一点东西。那应该就没换。木木这感觉也是个墓园了。Hong Kong 而家系小组第三。咁系，咦唔系喎，好似写错咗，两分，两胜加三分，基本上赢咗成个赛事。香港嘅话，好似今个礼拜咪冇比赛，下个礼拜先至有。好，咁那木这边是木原，下面好像没有换，直接大皮卡。直接卡就卡到头。那这个屋子请说话。这个要自主吧，对，他这个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守护，但是他是还是那句话吧，我是觉得皮卡遇到个小朋友挺难受。刚才我网路断了。哇，现在这边有三只冰法加龙宝，不是吧？那不是我家主要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他现在那个是木有，还以为是快递。很多，他屋子放塔后不亏的呀。他屋子应该放起来。对，他想拿来拉一个皮卡，因为他没有太多路面可以去处理这只皮卡。嗯。这个其实很漂亮。那这波可以反蹦了，这波没看，那反蹦的话应该是不会闪，还是闪什么？闪了，他还有电法吧？他电法走了，我冰木了呀，怎么解这波？你是砍，然后你要怎么办？滚筒吗？啊，你没有，你有滚筒没有？啊，有滚筒，那再踩个电法，你不踩？不踩都崩了，那他这波这大皮卡吃得很爽，我就直接贴脸就好。对，那现在可以在屋子接上，直接一个开屋子拍。你这样抢桥头也抢不过他，你这桥头他两个 AOE。对啊，你唯一的优势就是你有屋子，那你现在王毛又可以解小护楼，这个就是。木木的优势，但是我觉得木木他没有把屋子的优势发挥得很好。我是这样的。小头皮卡了。小头皮卡怎么守呢？要拿木岩之手了。屋子手。不拿木岩之手吗？那木木是右边要尝试一下，毕竟机会也不是很大，要拼一下了。卖一下，哦，卖刀，没有了，好吧，恭喜帕萨，恭喜帕萨，哇，现在蛮危险，有点，只剩下一个人了，看一下奇异果，能不能拿下？奇异果，我看能不能藏一下，对，看奇异果能不能带我藏。
依然这里是手握三个赛季。要靠奇异果打回来了。对，奇异果，他搬什么呢？然后那个天狗，他傻是那一种，就他 ban 了他不喜欢看到的卡组，然后他就打他自己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去针对别人，他就是去打自己的卡组，但他是 ban 了他不想看到的卡。我觉得直接就 ban 到墓园吧。对啊，我刚刚是建议他 ban、那个、ban 拉法也是为了上墓园。就而且皮卡也好上，我刚刚有建议木木 ban 墓园，然后木木说他要 ban 球，你还是想玩墓园？就 Pasa 依赖墓园很多，你知道吗？那 Kiwi 叫了个战帽。五分钟。就刚木木那把、哦，刚刚就说刚刚那一把，他有一波飞龙抛左路去了。Five minutes。就那一波可能 five minutes， 所以刚刚有一波他的飞龙是抛左路的。他如果飞龙抛右路啊，还有机会。有没有帮他加汤加无聊啊？我那无聊。他躲开。什么东西？他好难呀！我你要你要先讨论一下战术吗？哎呀天哪！不知道，他们不扯你。那天我完全，我最近都没在管，就。这是明星最近我在忙了，只要买考试。然后我的版本好像是昨天才开始吧，就昨天才刚刚开始打。嗯哼。我觉得大过罗球还好用。我现在就是我在研究雷电卷、啊，我是感觉雷电卷可以取代谁？雷电巨人可以取代的牌可能就，你说你取代最多就取代个胖子，胖子不行，胖子不行，胖子那个机动性很重要，而且胖子其实很灵活，就对，很灵活，他五费啊，就手腕你直接顶，手腕直接顶，但是你八费很难，你八费这个雷电巨人其实最重要的是反打重要一点，就是比如说他下来一个护龙军团冲过来，你居然不可能直接下嘛，但是雷电卷就是可以直接下，然后直接解掉那些护龙，直接解掉，那就很舒服。但是巨人他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可以，你知道有一套石头人哦，就是石头然后雷龙的嘛，嗯哼，石头雷人那一套喷气器的，我感觉那一套可能还可以。对，就是有一些大费的位置，它可以，插进去。它现在基本上能代替的，可能就只有胖，就只有那个天狗跟石头人吧。但是天狗的话，可能就气球嘛，就气球的那种。对。气球你能顶进去，就雷电巨人气球。那就还有个机会。主要是他那个顶在桥头，他打三枪，就以前就是那种杂毛的卡组，就真的太优质了。
这个差帽差不多了，这个差帽五分钟差不多。TV 有机会吗？就以 TV 的卡池来说，打满这三个 set 应该是够的，还好吧？是就看他能不能赢下去，就他的卡池是够深的了，那看他能不能精通嘛。TV 他我感觉心态不是很好吧，前面掉分掉的有点多，说真的，就主要是刚Mitch也不应该Mitch的那一把不应该输，然后黑暗也输那个第一把也可惜，就今天其实输的都是挺可惜的，就赢了都是赢的蛮好的，但是输的就差一点点，或者是一个大失误，就很容易前期就崩了。黑暗一输，其实我觉得刚才那把没有打得很好，就刚刚那个直接飓风其实是直接斩杀的，但是没问题。对，但那个皮卡发卡也是蛮常用皮卡，那就要看后面明正准备的抓卡都准备的就能不能抓到了，如果丢失卡的话应该是可以的。然后 ban 掉的是皮卡，直接本逃坏，直接 ban 到他刚才的绝活了。你觉得会是什么？帕萨最喜欢的三张卡是，我觉得他会出一套大骷髅墓园，就帕萨的卡池里有一套大骷髅毛皇墓园。还是可以用墓园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 摁 掉墓园就好？他变到大皮卡，他是自己也想用那个敲棋嘛，他变了大皮卡的话打，就你变大皮卡来说，石头人那种推进流吧，就可能多一点，但是对手的是那种大骷髅，那你推进也不好一点，所以应该会选择哪一个小飞，就小飞那种碰血的吧，像矿工之类的。就今天其实没看到，像我们平时职业联赛看到那个矿工也输这样子，都是墓园、电车那几个飞行，或者是防守反击的。黑王牢笼的话 ，RG 吧，我感觉，哇，直接崩了。哇，那可能就是直接把那个大皮卡换那个大皮卡换成大骷髅，或者换些超级，就肯定换个大坦克。对，而我就是感觉，如果你要摁掉的，你直接变墓园就好，不要搞那么多有的没的就好。Kimi 这套是什么？墓园吗？Kimi 这套有墓园吧？龙骑墓。应该不可能。龙骑墓打的话，其实不太难打。龙骑墓打那套其实是有分打，但这波你给他大骷髅吃还行哦，因为是桥头打掉的，那没问题。不过裸奔有点亏，一个黑王小闪比较很亏很亏，那波崩了也亏。那波如果 Givi 选择用牢笼解，那你要小心被他崩翻打，还有飓风激活 ，Givi 要小心被飓风激活。如果激活就没了，那没了，应该是很激活的。没激活到，那黑王敲了一棍。如果那波激活到 Givi 很难了，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，哇，这个卡这个骗的好好哦，那直接把对手给骗了 ，Givi 这波打了，然后这个飞龙。是 AOE 的 AOE 大盘，那这波反打
哇，两他墓园熟练度真的很高啊，他换路换的很好。就他知道对手会单克罗宾小丑，所以他直接换东西，就直接拿个备用打右边。这么又要顶小丑了？他熟了，他反正那木叶还行哦。对方对手是没有备用解的，但是他一个小闪就解掉不了。就是这里也挠到了900多，就你打出伤害够了，那你这里这个主要是走。但是我感觉这波桥头有点难解啊。我也不至于，就本来就是不敢。哇，这个旋风拉得很好。就冰，哎，这波飓风有没有东西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。没了，这波桥头真的难解，为什么不变弹幕员呢？真的不怎么直接变到弹幕员。就刚刚其实 Gary 蹦那一波的话，他知道没了，就他蹦滚筒加毒药的时候，他还停止了一下，就知道自己没了。很可惜，这么快就赛点，我没有猜到。我是老光，你要给我。好快赛点。直接赛点。哦，我其实我感觉我们这那几场也蛮惨的，3-4、3-4、2-4。我们这里一个4-2，然后今天感觉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两次了。第一场呢，我反穿3，第二场呢傻逼穿2，我穿1，然后我就是拿不下赛点。对，我们这里是不懂几十个赛点。我就是永远我都拿不下赛点，我手底是 OK 的，别人赛点我也不怕，但是我自己赛点我不知道。我已经拿到赛点了，我再一局我就赢了，然后我就是赢不下来，哦，贼难受。啊 ，Gary 直接换了大骷髅墓园的这么场内战。就其实你们刚刚赢的那一把的话，你们其实很牛。对呀、啊。就你对到他们，你对到那个阿扎克提的越南，如果你都拿下来，那你应该是很硬的。那。金甲金甲一杀，那 Gary 这一把这一波是赚了200多300伤害，对，是吗？但是他墓园的 BQ， 放在这波节奏，哇，他输了，我被一个白给式旋风，什么都没吸到，白给了个飓风，很亏，这15元不应该。因为你这个失误，不应该卡了吧？刚可能卡，感觉是卡。这是准备要打内战吗？这是带着猎人。对啊。这里手一动不如他呀，主要是。那最后一张你觉得是毒药还是毒药还是冰冻？应该还是毒。我是感觉带冰冻其实更合适。你觉得呢？毒药还是冰冻流士？还是毒？我觉得是冰，不是，我是就这个transcat 那个 chat 来说，很麻烦啊，我觉得这个。这把没的话，我准备抓他们24小时不限定。Oh shit， 凉了。你说还行吗？哎，挠到聊到500，挠出的伤害也不错，那还行。但这波是预判了呀，但他预判了发现不行，我直接被顶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K 王杀不掉，很亏。这边有点出问题了。那打可以哦，那打掉了，就他直接打掉。那这波 K 王他有盾保住，对。那这波感觉 Gary 是赚了很多，就那两个盾哦，刚刚那个火。哇，这个旋风白给了，这里可以蹦，可以蹦，直接蹦，而且没卡到小头。对，这波机会很大，这波血量可以达到四小头，哇，直接冰冻。把火进去，伤害有点高。哇！我发，这啥？这啥？我看到啥？这把自己给砸了呀！他已经放弃了。这个是，
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他自己已经放弃了。对。他自己应该已经放弃了，这个感觉。太好玩了吧。就这一把来说 ，Givi 的打得好的点是，就也不是说他打得好的点，就他的滚筒有一波直接去打对手的黑王的盾打，对，然后自己的黑王的盾又没掉，导致了一整波。嗯嗯。所以就我是觉得他这局打得还不错吧。对，但是那只滚筒，那个滚筒的那个黄毛是真的聪明。嗯。第三局，这局拿下的这局，如果伊朗拿下的话，就直接完了。然后，就如果这一把，其实这一把输了，马来西亚应该是没机会了。就算你每个。就在纽西兰全败的情况下，他没机会了，因为如果算胜败关系，马来西亚就没了，就他同时输给了伊朗，又输给了印尼。就是说这局一定要拿下。你觉得是双王是什么？我觉得是王子十。哦，好吧，当我没讲。这个是三冲吗？其实当天输给伊朗太亏了，说明那这一把的话，出手就太轻了。这胖子打水人吗？现在水人带着法术攻，真的不好说。但可以知道一个点是，这一把是 QV 优势哦，因为太有内容。除非帕坦抓到一波节奏打的爽，不然基宇是绝对性的优势。帕坦的唯一机会是打的爽路。基宇的应该是石头人跟飓风。对对对，他上赛季打赢 Royal 那套，他上那个豆豆子啊，快顶石头啊，不顶石头吗？那波白给了，可以残了，可以残，可以下啊？为什么不下石头来吸这个电法？好，那这边。他才直接换路，难受了。他雷龙一定要跟进攻啊！他雷龙不进攻的话就没用了。他又不是水人，可以马上抵出来。石头你是要慢的。有问题。叮叮叮叮叮，哇，顶楼人家哇，那但是这个守得住吗？没吸到，没有了，可惜，很可惜。那就恭喜伊朗吧，伊朗应该是直接晋级。伊朗很强啊，没有，我没有预想到这么强，他小组第一。出现没啊，伊朗好像是跟叙利亚打被一叙利亚一穿刺、啊、对吗？是吗？嗯，哦，好累啊。那到这里就没了。就先这样吧，走了，拜拜拜拜。